是正常吗？可是我酸呢？你讲话不够酸吗？我都不叫酸吗？哦，不用，我知道哦。啊啊！没有的，很辣哎，整个也是辣油啊，没有，都有辣油，做一样，他们现在都做的一模一样的。啊，酸的，女生比较能吃酸的。很糟，你们不知道。帅气啊，全在帅气啊。他真的很想装作若无其事，但太难了。哥，不要怕，一定要咬哦，别再想吞呢哦。啊，没有了吗？啊！哇，维他命 C， 你真的很会演哎！真的好吃，嗯。好了，厨王一路，再另外两个猜拳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你以为那个酸是忍得了的，没有。我现在还在流鼻屎。51%是 no， 那就有答案了。哇，差了一蛋。我吃正常吗？可是我酸呢？你讲话不够酸吗？我都不叫酸吗？你吃吃看我的，有酸，这是真的也有酸。吃看看，你吃看看，真的。你知道什么感觉啊？吃一口就好。哦，不用，我知道哦。五香。卤鸡胗好吃，可以下酒菜。卤鸡胗好好吃哦，我越嚼越香哎。卤鸡胗的咀嚼，卤味对。另外两个是用辣椒去卤的鸡胗。哇，越嚼越辣，越嚼越辣。我们先看成哥好了，先让他做辣嘴，辣嘴都这样。让你好啊，演技王哎。我走了，咖喱鸡胗，咖喱鸡胗，咖喱鸡胗，哎。上次咳到整个脸都胀胀哦，嗯，真的好会哦。等一下，等他吞下去。啊啊！是是咸姜啊，鸡筋还是咖喱鸡筋？咸姜啊，鸡筋。哎呦哇哇！哎呦，他上次也是这样。哎，他上次也是，这是辣到的痰还是老人痰？都有，他上次也是这样啊，辣跟老人不间断的咳。赶紧给，赶紧给，给，嘣嘣嘣！哦，赶紧给，赶紧。你在对镜头抛媚眼吗？快速吞下去了，不要在嘴巴留太久了，对不对？咖喱鸡根，咖喱鸡根，嘣嘣嘣，咖喱鸡根，咖喱鸡根，嘣咖喱鸡根，哦，哦，我要选曾国城，好来，这是有还是没有？我们赢了，是啊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这没有，很辣哎！哇，这是没有的，很辣哎！辣油，你真的会演呢？好，你说，你出来选，我们赢了耶！陈哥也是辣油啊，没有，都有辣油，做一样，他们现在都做的一模一样的。哦，就跟我刚刚那个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酸，但是没有那么酸这样子啊。哦，这比较辣。